这台福斯 PASA 的车子钥匙是内立的，所以说把自动机器搬到现场去配钥匙。现在配好钥匙，试看看这个车门好不好开启。先顺便看看这个钥匙孔的深浅，学一下这个配立体的经验。这个钥匙配的可以，这个转的蛮顺畅的。再来是设定晶片的过程，这个密码刚刚用另外一台机器已经找出密码了，所以说现在用 AD100 Pro 直接设定晶片钥匙。电脑已经连接成功了，先清除错误码，把不正确的错误码先给它清掉，然后再来就是要做钥匙，输入它的密码2125，这个画面就是密码正确输入过了，然后再输入钥匙所需的数量。就是我们需要几支钥匙，就是输入几支。现在这个是做遥控器的部分哦。这个选项是选 Type 2，这个料要拿对，料拿不对的话就是设定不进去了。这个画面是介绍，就是说你要设定几支遥控器，现在只需要一把，就是设定一把。这个遥控器操作都是正常，试看看开启，防盗灯熄灭，这样就发动成功就 OK 了。